清水系生态步道在荣成会正养后，将环境维护得相当好，并透过常务监事陈炳煌用心栽种下，打造出九重葛、麝香木两条花道。近期正值花季，景象相当美丽。咱家有种哦，差大概有100种的九重葛哈、哦，啊，什么色对拢有啊，非常水。伊的花期哈，每年即新历的10月到第二年的即5月哈、哦，啊，其实。规年冬天拢有花啦，是有当时会较少啊尔，但是这个花期中间吼，伊不管是来拢有花好看，啊非常的水啊嘞。这条麝香木花道号称全台最长，再过几天也将盛开，但粉色的花色相当梦幻，也欢迎民众前来欣赏。九重葛花道吼，继续过沿这个路行吼，都过一个麝香木花道，大概有600公尺长吼，而且也是讲咱目前咱台湾吼。上长的麝香木花道，过3-4天就足壮观，都盛开的时阵吼，一直开到在3月底吼，啊，伊的花有就冒一挂香味吼，啊，粉红啊色，啊，非常的梦幻吼，希望大家多多来遮欣赏啊咧。仙苑友好认为，这两条花道近期花朵盛开，正是前往踏青的好时机，也欢迎民众前往一游。现在在我们的鹿谷有非常美丽、非常棒的两个花道：麝香木花道跟九重葛花道。那这要非常感谢我们地方荣生会，还有我们常务监事陈炳煌，也就是荣生会的前理事长，还在积极用心与荣生会的经营之下，让这一个部分。的花道整理得非常好，有那么好的一个环境，那也邀请我们的乡亲有空可以来我们的鹿谷乡走一走这个美丽的花道，欣赏美丽的九重葛，还欣赏我们的麝香木。议长何正峰肯定荣生会及陈常务监事的用心，也欢迎民众近期有机会到访鹿谷，都能够前往两条花道欣赏当地美景。记者卢玉凯鹿谷采访报道。